紫霞与青霞本是如来佛祖座前日月神灯的灯芯，白天是紫霞，晚上是青霞。二人虽然同一肉身，却仇恨颇深。紫霞有一誓言，只要谁能拔出他手中的紫青宝剑，就是他的意中人。此举被看成是仙界的耻辱而遭到追杀。这一日，紫霞打败二郎神和南天门四大天王后，来到水帘洞，恰巧看见神情迷惘的至尊宝。至尊宝好心告诉他，这是盘丝洞，不要乱闯。紫霞便顺势将水帘洞改为盘丝洞，自封为盘丝大仙。至尊宝这才知晓自己回到了500年前。紫霞宣布山上的所有东西都归他所有，包括至尊宝在内，并给他盖上记号三颗痣。至尊宝发现自己原来真是孙悟空转世，为了逃避青霞，紫霞将紫青宝剑给至尊宝，让他骗青霞说自己已被杀死。孰料至尊宝将宝剑拔出，紫霞发现至尊宝是自己的意中人。二人上街市散步时，紫霞向至尊宝表白心意，至尊宝自觉挂念白晶晶，拒绝了他。紫霞泱泱离去。晚上，至尊宝巧遇观音惩戒孙悟空的一幕，发现月光宝盒已被孙悟空抢走。至尊宝又将宝盒得到，却在将唐三藏变走的同时消失了。至尊宝在一野店投宿，巧遇唐三藏、猪八戒和沙僧。牛魔王在这个时候出现，认为至尊宝是将唐僧作为迎娶自己妹妹的聘礼，将四人带回妖窟。牛魔王宣布妹妹和至尊宝的婚事，同时宣布自己也将纳妾，新娘是他从沙漠中救回的紫霞，聘礼是从唐僧手中得到的月光宝盒。这时铁扇公主赶到，牛魔王大惊失色。至尊宝趁机找到紫霞，撒谎说自己爱她，便他偷取月光宝盒，二人约在2更时分见。晚上，至尊宝伙同两个师弟救出师父，迎面撞见牛魔王的妹妹香香。香香恼恨至尊宝移情别恋，用移形大法将紫霞和猪八戒转化，失误之下又将自己和沙僧转化。其实紫霞在晚上是青霞，因此猪八戒转换的身体是青霞。众人正在大乱时，牛魔王和铁扇公主互相打斗到这里。原来铁扇此次是来找孙悟空重续旧情，二人互相吃醋，甚至打斗起来。牛魔王抢走了铁扇公主的宝扇，将一众人带回妖窟。至尊宝为逃避铁扇，假装跳悬崖，不料真的掉了下去，却救了三个被抓住的小偷。至尊宝在昏迷中将三人带回盘丝洞。这时白晶晶仰慕盘丝大仙之名前来拜师，至尊宝向其说明前因后果，决定和他成亲。另一方面，牛魔王逼迫紫霞结婚，紫霞幻想自己的意中人会踏着七彩祥云来救自己。白晶晶看见了紫霞留在至尊宝心里的一滴眼泪，发现至尊宝之所以回到500年前，其实是为了寻找紫霞，他留下一封信后离去。至尊宝迷乱之余，春三十娘赶到，将至尊宝和其他三人杀死。至尊宝死后回到了水帘洞，他决定戴上金箍圈，一心一意保护唐僧西天取经。在变回孙悟空前，至尊宝才发现原来自己真正爱着的是紫霞。孙悟空踏着七彩祥云来救唐三藏，却对紫霞百般讥讽。牛魔王打不过孙悟空，恼羞成怒，取出铁扇将城市扇向太阳。孙悟空用力顶住城市，牛魔王暗中偷袭，紫霞拼命为孙悟空挡了一刹。紫霞带着深深的遗憾走了，悟空抱着紫霞的尸体久久不愿放开，但是头上的金箍却越收越紧，无奈松手。看着紫霞飞向太阳，悟空将所有的愤怒发泄在牛魔王的身上，终将其打死。城市离太阳太近，快要爆炸，师徒四人借助月光宝盒离开。苏醒后的悟空好像置身于另一个世界，所有的人或物都变了样，难道这是一场梦而已？悟空似乎无法相信，他看到了菩提的化身，看到了春三十娘和白晶晶的化身，看到了至尊宝和紫霞的化身，他带着无限